不说说刚才你没听懂丈母娘跟你说的话啊？丈母娘说要喝水，丈母娘说后座，她刚才那瓶水开过了，她说要不拿下来我喝吧。然后结果我妈跟我老公说把那水拿下来的时候，我老公没听懂，太搞笑了。你不站在门口吗？我没听懂。你朋友这样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不懂装懂。讲完昨天去完那个重来，讲完现在已经是早上了。然后呢，昨天不是去完那个露水青龙湾吗？晒的吧这里啊，还有鼻子晒红了。嗯，重来。讲完。重来，现在已经是早上了，刚起来，我也肚子疼。重来。然后一起来发现我老公不见了，后来发现他在他书房里在弄东西了，很搞笑。昨天不是去露水青龙湾吗？然后呢，重来，晒了两小时，回来之后我额头还有鼻子都晒红了，现在鼻子还是红的。今天估计额头和鼻子可能黑几个度。然后最搞笑的是，我这里不是有个吊坠吗？有个观音菩萨，穿衣服，然后这里这一片也晒红了吗？发现这个观音菩萨它给我挡住了太阳，然后我这里又有一圈是白白的，就没晒到太阳，然后这一片是红色。那我们等一下送完孩子上学，然后就去罗湖接我妈回来。她今天不是回来吗？笑死我了！今天先甩来洗脸，真的太搞笑了。我爸帮我把太阳挡住。是有一丢丢晒伤，就是皮肤有一丢丢疼，太久没这么晒太阳。我老饿了，我去厨房看看，给他蒸的包子，好没好？面还没开灯呢，一丢丢黑哟。包子还有玉米，那个大大的包子，但是我觉得我老公可能不太喜欢吃那里头的馅儿，所以我要给他蒸个小的包子，那个小的肉包他之前吃过。然后以防万一，我给他蒸了一根玉米。现在还早，所以还没叫孩子起床，这包子还得蒸七分钟。不套，万一我再拿回去给我老公，我不能说话太大声，因为孩子和狗狗都在睡觉呢。Hello， 我老公在剪片子，干啥？你们早餐都吃什么？我们早餐。我老公有时候就吃包子，有时候就是送完孩子上学回来的路上就去给我买蒸饺，做点炒米粉，要么就是家里蒸玉米啊、红薯啊，还有我老公有时候会吃那个火鸡面呐、有时候会煮鸡蛋，水煮蛋。哎，你们喜欢吃溏心蛋还是白熟的蛋？我以前没怀孕的时候，我一般都是吃溏心蛋。就是把鸡蛋放水，直接冷水放锅里，然后煮八分钟就拿出来，就是溏心蛋。因为现在怀孕了嘛，我听说就是怀孕的话，孕妇最好不要吃溏心蛋，所以的话我就放冷水煮十分钟，那就是刚好熟了。鼻炎，哎呀，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就开始鼻炎了，而且因为现在天气热，有时候穿上空调也会开始有一点点鼻炎。出门了去接我妈，结果你没摁吗？我们刚准备出门就接到我妈的电话，我以为她已经到罗湖了，吓一跳。结果她只是刚拿完药，那我们出门，我说我还在家里准备着，就叫她回香港家里先等一会儿。我说先别让她过关，不然那里太热了。我跟她说了三遍，我不知道她听不听。她要是不听话，又是早早溜的了。孕妇要上车了。现在已经到罗湖口岸了，在停车场这里。没下楼接我妈，我估计她可能还在过关吧。今天天气还行，就是没有昨天凉快。
我们每次都在这个停车场。罗湖的停车场是这几个口岸最好的。对呀、我觉得还大一些，停的方便。福田就不行，福田那个比较少车位。福田的话，它是而且随停随走。不是，它有停车场，你忘了？它那个太窄。我们现在准备下楼去等他一下。走吧，帮他下楼拿东西。我们回来了。干啥玩意儿？方便面还是？葱心粉。碎的呀、哎呀，别捏呀，捏爆了。铺前一丁是啥呀？菠萝包压扁。菠萝包。然后还有那个大肉包，大肉包就是我说难吃的那个，是吗？我要告诉你，让我拿。吃不惯，人家孩子吃。我们今天那啥吃面条啊？我说今天立夏，我说你们那边有时候吃面条什么？我省得他又不给我买饭，对啊对啊、他让我跟他一块炒，他说省得我回来又做饭。你吃的啥呀？丈母娘从香港买的菠萝包，压扁了的菠萝包，真好吃。就在香港加州，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去菜市场。去看看有没有那个春饼卖，今天立夏整点春饼吃，好吃。我觉得还行。我没刮胡子吗？早上没有啊，你啥也没干。这话想怎么说什么雷呢？我们一个爱干净的人呢。这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就没什么救了。你老这么摆，好像是什么？不得晚到80岁吗？我玩你，不用你玩我，你玩我整得我好像跟个老人家。现在不就是类似于老人家吗？喘不过气，我大腿疼。哎，你吃那么胖？大腿昨天爬的。你昨天干啥去了？昨天去露嘴青萝卜，这太阳给我鼻子晒红。还红鼻头？我应该告诉妈一声。不行，昨天非得叫我去，都不乐去，非得叫我去，然后他就骂你。你不说说刚才你没听懂丈母娘跟你说的话啊？丈母娘说要喝水。不是，你丈母娘说后座，她刚才那瓶水开过了。他说要不拿下来我喝吧，然后结果我妈跟我老公说把那水拿下来的时候，我老公没听懂，然后我妈一进屋又跟我说一遍，太搞笑了。我能听懂吗？你听不懂，你不是站在门口吗？我没听懂。你笨了这样。这就传说中的不懂装懂。我看你点头了。我点头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看我妈一进屋，她看你站着。就帮他弄的按摩椅嘛，他出门的时候你还在按摩椅上面嘛，然后一进屋的时候你站在那个院子里，他不是问你整好啦，然后你嗯了一声。有那种春饼的那个、哎、也行啊，这是熟的是吗？十张。今天吃春饼。一下靠大厨要给我裹一个，这是什么饼？这就很像那种印度飞饼。凉菜铺一层土豆丝。好不演的最后这一下没了。那我嘴巴能塞一下？可以。当当，下面这个口要开着呀。什么？嗯，你们今天立夏都吃什么啦？哎呀，我要睡觉去了，太困了，拜拜。